下周的高定发布会，我要看到最炸裂的创意、最完美的作品和最顶级的呈现。3小时以后把方案给我。董事长，我晚上得赶回家给女儿辅导作业，我明天交给您行吗？是我可以接受的理由。明天下午3点，你带着方案跟我去上海。董事长，你们快递。7岁，圆圆失踪的时候也是这么大。如果当初没有离开家乡，就能够陪着孩子长大。圆圆，你在哪儿啊？圆圆，你在哪儿啊？赵董，生日快乐！谢谢你，我都忘了我今天过生日。赵董，听我妈妈说，吃口蛋糕再许愿，愿望会特别灵。如果人生能重来，我要回到女儿身边，永远和她在一起。这不是我当年的家吗？难道愿望成真了？你不是非要去广州吗？我怎么还不走啊？不。妈妈，你回来啦！圆圆，真的是圆圆。妈妈，你能不能别走呀？妈不走。妈妈，你真的不走吗？妈妈不走，妈妈要好好的陪圆圆。圆圆，这一次，妈妈一定要好好守护你。晒黑了，高小河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是你自己说要去广州当模特的。1997年4月25号，这不就是我离开家的那一天吗？喜得出席，获得最佳春春花奖，李子怡获得最时髦春花奖，小虎和卓玛获得最上镜春花奖，吴天天获得巧手春。那一年，我拿了黄花香模特大赛冠军，南下广东打拼，远离了孩子，远离了家。我不走了，赛票也撕了，走也走不了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在这个家里待着，跟你们一起。太好了，妈妈。你真的不去广州了？我不去了，孩子我放心不下。可是我们婚都离了。是我们是离了，可是那我爸还是圆圆的妈妈吗？爸爸，我饿了，我们吃饭吧。6月17号是圆圆失踪的那一天，只有2个月了，我一定要改变圆圆的命运。我不去广州，在家努力赚钱。让圆圆赢在起跑线上。还是我来吧，圆圆上学要迟到了。爸爸，我想扎昨天的辫子，同学们都说那个辫子非常好看。好，爸爸给你扎。
嘿，你送婉媛媛来一趟小卖部，我有事跟你说。嗯。呜呜呜呜呜呜！哎，我想你放开我！赵小何，你怎么这样啊？突然来这么一下子，差点弄到我的金表了。告诉你，这可是老李王，跪着呢。有事说事儿，没事滚蛋。你忘记了上次说好的，把你的奖金给我，我就送你去广州。告诉你，广州啊，水深得很呐、啊，可不是谁都能去的。就你这样，还想去广州？我看你连出个村子都费劲儿吧。少说废话，钱呢？快拿出来。没钱，滚蛋。赵小何，你出尔反尔，想变就变。我告诉你，我可不是那么好惹。亲爹可不白了。怎么这样啊，杜国强，你别看我好欺负，你再毛手毛脚的，小心我断你的爪子。别动、哎、杜国强，你给我住手，这可是你嫂子。行，你们给我等着。妈，儿子，你这是咋了？谁把你闹成这个样子的？吴峰跟他那个前媳妇儿，他敢打你？这婆娘不知道犯了什么病，就跟吃错了药一样，像变了一个人。你见到他没有啊？儿子，你放心，我来想办法，一定替你报仇。你没事吧？闹这么大动静，别弄好点你东西。原来你是关心店里的东西啊。是啊，你不是有话跟我说吗？说呗。哦，陆棒，你把这个店交给我来打理吧。你不是一直瞧不上我这小破店吗？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再说了，我不去广州了，总要找点事干吧。而且我也想为家里出一份力。那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心血来潮啊？你看你经营这个店也顶多就能糊口，你交给我看看吧，反正不会比你口差。那行啊，今天就叫你看一天店，搞得好再说呗。这不就是一日店长小意思，我集团那100多个店长还不是个个被我教的有模有样。行，你看着吧。雷碧呵呵乐，月历月，6个核弹，这么多山寨货啊！以前我怎么没发现？真不知道陆放是从哪儿进的这些山寨货。陆放，喝可乐吧。这个山寨可乐味道怎么样？以后啊，我们就进正版的货，保证能做大做强。陆放，咱们家店里为什么有这么多赊账？哎，老叔，小陆，你带块肥皂。叔今天出来的急，没带钱，你暂时给我记在账上，下次一定给你还上。行了，王叔，没事，您下次把钱带过来就行。哎，王叔，等一下，我们店现在盖着赊账呢。小何，王叔他们家情况。那这样，王叔，今天这块香皂呢，就当我送您的。不过呢，我们店从今天开始都不允许赊账的。欢迎您下次来光临的时候把之前的账一并结清，好吧？好，谢谢谢谢。陆放，咱们家这赊账这样来的是吧？小何，王叔他们家今年收成不好，他妈又生病，大家都不容易。但是我们家的这个账这样下去真的不行，
而且我来管理小卖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我想要赚点钱送圆圆去城里读书。去城里？你不走了又想把女儿送到城里，消停点吧。你相信我吧，我会陪着女儿的。哎呀，再说吧。这不是得了花季的秋花姐姐吗？她家也这么美啊！我们姐妹今天刷赶集，还有些东西没买，看你家有没有。哎，要不是你们几个没参赛，哪有我的份儿啊？哎，妹子们想要啥跟姐说，姐给你们优惠价，今天全场都打95折。哇塞，那价格我要养，我要给上了。接着买哈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来，这家老板娘真厉害，东西实惠，账算的又快又好。嗯，是啊，我们下次还来。好嘞。你就按照我这个采购清单买就行了。要不还是等把圆圆放到学校之后再去送货吧。那今天不营业了，放心吧。送圆圆的事情就包在我身上。难道他真的变了？小懒猪，妈妈，爸爸在哪？以后每天都是妈妈叫你起床，好不好？哎，太好了！啊，妈妈，我要迟到了！爸爸平时不都是7点叫我起来的吗？那妈妈看你睡得那么香，想让你多睡一会儿嘛。嗯。哎呀呀呀呀！哎呦！妈妈，我今天要不不扎头发了吧？放心吧，肯定不会比你爸编的差。妈妈，你还可以再快一点吗？我上学要迟到了。好，好，好，马上了，马上了，马上。妈妈，出发吧。别急，等把早餐吃了再说。那，慢慢吃，别噎着。要是迟到了的话呢，妈妈会帮你向老师道歉。妈妈，你不是说学习才是第一吗？宝贝。对妈妈来说呢，你才是天下第一重要的。小沉默。妈妈，我觉得你家的辫子是天下第一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能不能给爸爸再结婚啊？这怎么回事？你是哪？没听说过，怎么回事？还有好礼生啊！哎呀，快快给大家说说，还这是咋回事呀、啊？乡亲们呀，这个团购的意思呢，就是说大家伙儿一块买，买的人数越多呢，这个折扣的力度就越大。哎，这会员是怎么回事？买个东西还开个会呀、啊？不用开会，会员呀。就是只要在咱们店里面没有赊账的记录，或者今天呢可以把之前的赊账一次性结清的话呢，就可以免费成为我们店的会员。成为会员呢，就可以享受我们店所有商品的批发价格。哎呦，这么好的事啊！哎，我没赊账，你赶快给我开个会，开个会员，会员。好嘞，刘爽，那你就是我们店里的一号会员了，这给您。一号会员的，哎呦，一号会员好。大家伙啊，只要今天能成为我们店会员的，都会送一块这个硫磺皂。哎，硫磺皂就不用我说了吧，城里人呀都用它。哎呦，我没有赊账，我也办一个。好嘞，谢谢啊。乡亲们，还有谁要结清赊账来成为我们店的会员的呀？来来来，给我结，给我结。好。不要结，不要结，不要结，不要结。哎呀。你这个团购的法子还真行，今天光补货就补了3回，咱小卖部从来没来过这么多人。我就说相信我吧，那赊账都给你收回来了，一共收了213.83元。那，这钱你就自己拿着吧，自己赚的。我手头还有钱，这钱就留给咱孩子当学费。
是给圆圆存的，但是呢，你看陆国强他们现在总打我的主意，所以我还指望你保护我呢。怎么样，这手拉起来还有当年的感觉吗？真好玩。乖乖乖，兰兰跟你说个事儿啊，就是兰兰呢要去买点药，我差点钱，你就帮奶奶呀去爸爸那个小卖部去拿点钱出来啊。这是你最爱吃的是不是？我才不要当小偷呢，我妈会给我买棒棒糖的，奶奶可别叫我干坏事。这话谁教你的啊？是不是你妈？是不是？你信不信我？你还跑呀？是你个小丫头骗子！找不到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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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不到我！哎，你小丫头骗子！你给我再跑！啊！看我今天好好教训一下你！干什么？张小哥，你看看你教出的好女儿啊，没大没小，没礼貌。你要是教不好，我来教她。是该好好教育一下。给我狠狠的打一顿！妈妈，还哭？妈，你打我！赵小河，你是不是疯了呀？啊？这个白眼狼，你连你婆婆都敢打？不是你让我狠狠的打吗？不过我这个人呢，向来是很讲道理的。那谁做错了事，还敢打呀？你敢打我，你是疯了！你等着吧，啊！你等着我回来，我弄不死你！没事吧？还是这味好闻。陆范，你看清楚了，这是你母亲严秀琴亲自打的欠条，5000块钱，今天必须还钱。我们家小本生意没那么多钱，就算有，我也不会给你。那就是你说的好儿子，不是说问他要什么，他都会给的吗？妈，咱家是有些钱，那都是留给圆圆在城里上学用的呀。赵小河，这话是不是你和陆放说的？小丫头片子上什么学呀？她长大了不应该就是嫁人吗？那你还活那么久干什么呀？迟早不也要卖土地？你，我的骗子，你就是个白眼狼！行了行了，我来不是看你们打嘴仗的，欠债还钱，母债子偿，天经地义。陆放，拿钱来！这李麻子在村里欺男霸女，无恶不作，莫非当年圆圆的丢失跟他有关系？必须要盯紧这个人。5000块我们肯定是没有，但我们也不是那个赖账的人，你总得先说清楚这5000块它是怎么来的吧。咱们同乡几个熟人好商量啊，那倒也不是非要还现金，要不你做我一个月的老婆，这笔账就一笔勾销啊。麻子，你放什么屁？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要你命对我可没什么用啊，不过看在你有个这么漂亮的老婆份上，我给你一次机会啊。什么机会？这样，我看你们这小店呢也值点钱，咱们来赌一把，如果你们赢了，这欠条我立马撕掉，要是你们输了，这小店可就归我了啊。你先说怎么赌。猜三张。行，一言为定。小何，
别上他当。刘凤啊，我忘了告诉你，以前我可是人送外号梅毒嫂。嗯，来吧，李麻子。麻子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是帮大娘把这个垫子搞到手啊，我少不了你的好处啊！哟，陆放可是你儿子，你这下得去手？哎呀，他不是我亲儿子，我呀养了他这么多年，捞点好处也是应该的呀。行，那我以后去小卖部拿东西，开管够，管够，管够。来，喜欢哪一张是黑桃 A？我猜我猜这一张它不是黑桃 A， 我猜这张也不是。哎，别发了，两张里面只能选一张。那不然这样，我们俩一人选一张，同时揭开，看看谁能赢。少废话，赵小贺，现在是你选，不是我选。你是不敢玩呀，李麻子，还是这两张都没有啊？你输老千是吧？你他妈胡说八道啊！你有种的话，那就把两张都打开给我们看看呀。看什么看啊！本大爷今天开心，放过你们一马。等会儿，你欠条拿来。小何，这欠条是你赢下来的。你可要赔偿我的损失。你损失什么了呀？拆三张可是我的拿手手艺，现在穿帮了，我被白用了。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要找就找赵小河去呀。赵小河，不让你尝尝我的厉害，我在本村没法混了。李麻子，圆圆失踪，究竟是不是他干的？儿子，你说赵小河他是不是开天眼了？李麻子他拆三张，他一看就看破了耶。以后从陆放那里扣钱，怕是更难了。那不行，我是他妈，你是他弟弟。他必须要我们娘俩。是啊，但他现在心里只有他那个前媳妇。杨姨，杨姨，哎呀，我亲儿媳妇来了！你真的是越来越漂亮了啊！杨姨，你快别这么叫了，我都好久没见过陆放哥了。这不，放哥一离婚，我就打电话通知你吗？我是你的儿媳妇，跑不掉的啊！杨姨。我可是听说放哥这前妻啊压根就没走，你这样子不让我为难吗？这不是有我和我妈在吗？怎么会让你受委屈呢？对对对 对吧？当然了，你跟我在一起也挺好的，我们一起从陆放手里那里扣钱，你更是咱妈的亲儿媳。国强，你可别跟放哥比。杨姨，这是我给你带的脑白金，吃了安神补脑，我先去找放哥了。这妹子到底图陆放点啥？我长这么帅他看不见啊。就是啊，他看不上你啊是他的损失，他要是把陆放搞定了，我们捞钱不是更容易了吗？哎呀，
放歌。放歌。哟，燕子，你啥时候回来的呀？我今天刚回来呢。你怎么样啊？我听说你离婚了。啊，离了。哎，我就说那个小何他待不住嘛，得了个模特大赛第一名就想往外跑。哎，算了，心里有数。哎，你看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就想安心跟你待着呢。我自己来吧。放哥，我帮你擦车吧。哎哎，不用。哎，嘿呦，陆放，擦个车还要带个女助理？什么女助理啊？这是燕子，今天刚从广州回来。你好，我是苏燕，你是？这是陆放的女儿圆圆，我是圆圆她妈。你们不是离婚了吗？我们是离婚了呀，可是这里还是我的家，是吧，陆放？你这个作女人！结了婚还想在这儿来吃来喝，是吧，放哥？爸爸，我饿了，去做饭吧。妈妈，我们去写作业去。车也擦完了，还杵在这儿干嘛？想留下来吃饭？家里可没准备米菜。你休想缠着放哥，放哥是我的。前任，恋爱脑，圆圆的事不会也跟他有关系吧？你麻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你麻子，你这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放炸！你真是个人渣！人渣配美人，看得我好心疼。哎呦，我太喜欢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了，非常讨厌我，又对我无可奈何。我啊，得多看看。赵小何，今天你想逃走，没门儿！我啊，今天就让你跪下来，不是哥哥我，什么事？反正我现在被绑在这也跑不了。但你现在身上怎么有股怪味啊？这可不像你，不如你去洗个澡，再多喷一点香水，然后我们再来好好算账。行。我就满足你这个小要求啊，小妖精，等我啊！陆放，陆放，开门，赶快开门呐！陆放，我看见你麻子把小何抓走了。什么？在哪儿去了？一个在家里，快去救人啊！快去！没错，让我照顾下圆圆。好，快去，快去！怎么样？香不香啊？香，真香。那等什么？咱们来吧。等一下，你往后退了。李麻子，我今天才发现你的身材这么好，简直就是双开门冰箱啊！哎，你看这个肌肉，哎呦呦呦呦呦！
是吧？小何，小何，小何没事吧？这个女孩子真不是东西。没事，她就是累到了。刘烨，辛苦你了。辛苦啥？我把圆圆带我家去睡，她这个样子，别吓到孩子了。好，你们去休息啊。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没事。圆圆呢？复发。圆圆呢？圆圆去刘姨家睡觉了，你好好休息吧。你听着我干嘛？不放。只是今天我被绑起来的时候，我当时就在想，就算你不能赶来救我，我也一定要逃出来。我要回家，我要跟你在一起。你这不是安全回来了吗？只不过我没想到，你居然能冒这么大的险。冒这点险算什么呀？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好好守护好圆圆。其实之前我想出去，也是为了让我们家有更好的生活。不过现在我想明白了，想通不走了，那你那蠢蠢欲动的事业心怎么办呢？不走，为什么跟你在一起和专心搞事业不能两全其美呢？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成年人我两个都要。我现在就想好好陪着圆圆，参与他每时每刻的成长。小何，你身上有那么一点，我还挺喜欢的。有时候你胆子特别大，让我有些担心，甚至有些心疼。有时候你又特别能拿主意，让我不得不听你的。那你就听我的呗，咱俩好好过。你听过那句话没有？一个男人有可能会反复爱上他的前妻。你可真行。不行，我还是得把圆圆接回来的。就李麻子这个怂包，应该干不了拐卖儿童的事儿。圆圆，小红帽的故事给了我们什么启示？不要相信不认识的人。对，但是呢，不光是不认识的人，就算是认识的人，也不可以轻易相信。你要有自己的判断，知道吗？妈妈，我困了，我们睡吧。行，我们睡一觉。天凉了。加床毯子吧，别着凉了。爸爸，跟我们一起睡吧，爸爸身上最暖和了。我睡里边，圆圆睡中间，你睡外边，碰不着你，行了吧？再说了，老夫老妻了，还害羞什么呀？谁说我害羞了？来，圆圆，爸爸陪你睡觉。妈睡觉了，圆圆。哎。陆芳，你睡了吗？哎，你不觉得有点热吗？我不觉得呀，你刚不还说天凉了吗？好啦，我等你了。吴芳，跟你说正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你不觉得我们的小卖部平时卖的都是日用品，虽然稳定，但是利润有点低。不如我们新增一个服装区，不仅能带来新的客人，还能增加一点收入。正好和服装厂的老板有点交情，我们可以把这个资源好好利用起来。行，我都听您的。进货的那些钱，我得想办法。不愧是我的老公，就是靠谱。
对，是情书哥。萍萍，是我呀，小何。喂，小李，你好。是，我没去广州。是，我要卖掉一部分股票。对，我可以提供独有的信息图纸。我知道后面还会涨，但是我现在需要现金。这多好的机会啊，咱俩赶紧合作起来。行，那你尽快帮我转过来吧。小何，告诉你个好消息。哦，那我也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那是你先说还是我先说？我先说吧。你的好消息是不是进货的钱搞定了？对，我卖掉了一部分股票。股票？你什么时候炒起股来了？哦，那你的好消息是服装厂的资源敲定了，对吧？对，而且我们还打算搞一波服装走秀来拉一波流量。哦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圆圆，我回家喽。妈妈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妈妈打蚊子呢。你快点睡觉啊，圆圆，你要上课。嗯嗯圆圆，圆圆，哎呀，这火一时半会还灭不了哎！放下，你这个时候还说风凉话，这个火是不是你放下？胡说什么呀你？哼，刘婶。你看到圆圆了吗？圆圆怎么了？圆圆怎么了？是圆圆的声音。怎么要逮着我杨过了？他肯定要把我放进去啊！我等，你这就等不来了，我等不了。哎，圆圆，拜托你，圆圆。我终于出来了！呀，你这个人吧你！不要命我还要命呢。嗯，没事吧？妈妈，我来了。圆圆，你跟妈妈说发生什么了？我本来想去拿个蚊香帮你消灭蚊子，但是为什么就熄火了？这么大的火还能安然无恙，这上辈子做了什么好事哦？陆国祥，你能不能少说两句？哎，又放了，怎么有你这样的弟弟？我也救了火的，好不啦？陆国祥，这火根本是你放了吧？好，
说话是吧？你看这是什么？陆宝强，你不是说这个手表特宝贝吗？还是从省市带回来的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是我放的火？这人怎么这样啊？那你怎么解释这块手表？我手表一个月前就丢了，我找了好几天。今天早上看见你还戴了。一模一样的表多了去了，你也证明不了你手上的表就是我的表呀。好，你现在是打死不承认了。反正这火不是我放的。不放，你抠门，卖你的油赚钱。点了黑旋风，蚊子去无踪。这样妈妈就可以安心睡觉啦。小何啊，你真厉害呀！刚家的火灾这才半月，你就开了个新档口啊！这衣服真的很惊人，还是多好看。这些衣服都是我和服装厂的张老板一起设计的，全部都是私人定制，便宜实惠，比镇上的都要便宜很多。而且今天我们新店开业大酬宾，一件就享八八折，两件享八折，三件七八折，凡四件以上全都享用七折，大家多买多优惠哦。哎呦，好嘞！哎呦，我也看了，这件我也拿得好。哎，这件这件也不会，谢谢呀，太好了，李晨。嗯，过来过来，看我这个好看吗？哎呀，不行不行，你的腰太粗了。嗯，就你身材好。那当然，想当年啊，我可是葱花一朵。好，你是葱花。春花百货时装秀马上就要开始啦，大家快来村口集合。赵小河，你要出风头，我就让你出个够。怎么这样了？早上我还仔仔细细检查了，每一件衣服都是好好的，怎么一眨眼功夫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小河姐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们马上就要上场了，这件衣服怎么穿得出去呀？大家都先别着急，让我想想办法。小何，这些衣服还有救。要不我们大胆一些。我懂你意思了。接下来我宣布村花百货时装秀正式开始，有请美丽的村花们。好看吗，陆芳？你这衣服都挺好看的。谁问你衣服了？我问你我好不好看。美，
挺美的。你好好说，不认真问你呢。我好不好看？好看，真的挺好看的。这还差不多。那奖励你多看一会儿。妈，妈屋里没油吃了，忙着给我送两桶过去啊。妈，你去小卖部拿两桶不就行了？我不想看了你前妻，记得晚上送过去啊，别忘了。妈，你要的油给你送过来了。妈，妈。妈，谁啊？妈，谁啊？苏妍，是你吧？我知道是你。峰哥，我爱你，你接受我吧。苏妍，你冷静一点，你最后的归宿不是我，相信我。我不管，我不管，我今天就是要全部都给你。我们在一起吧，我求你了。苏燕，住手！我们俩之间是不可能的，永远不可能，永远不可能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你最后的归属不是我，不是我。还有，你转告给杨小青，别用这种肮脏的手段来挑拨我和小何之间的感情。怎么回事啊？走了。这么好的机会，放哥，我都明白了，我就是想跟你说清楚，别误会。圆圆真乖，你看，苏妍阿姨给你带什么来了？吴燕，这是干嘛？你有话就说，没话就快回吧。放哥，我给我干女儿买个裙子，这多大点事儿啊！我女儿没有什么干妈。放哥，你干嘛这么在乎那个女人？你清醒点，我才是真心对你好。苏燕，干妈这口你都惦记上了，我这个亲妈在这儿，你出去。小何，你来了。怎么，耽误你好事儿？怎么可能？小何，你还不相信我的为人吗？我是相信你呀、啊，可是敌人太狡猾、啊。行了，这裙子我替圆圆收下了，就当是你破坏走秀未遂的赔偿。什么赔偿？我可没有剪坏你的裙子。哦，果然是你啊！不是我，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苏妍，我之前跟你说过，你最后的归宿不是我，绝对不是。你相信，绝对对不是，你相信我。什么时候跟他单独说过话了？哎，林婶，你着急忙慌干嘛去啊？这算不上举办相亲大会吗？哎，我作为婚礼主任，当然要前期安排工作了。什么安排不安排的？哎呀，你看看，要准备场地啦，还有那些参与的人员要一一落实嘛。哎，对了，秀琴，你们家国强不也是单身吗？他参加吗？你别说他了啊！一天到晚人眼人都见不着，你去哪里找他呀？哎，对了，我有两个不错的人想推给你。谁呀？一个是陆放，一个是苏燕。哎呦，对呀，一个是春花百货的老板，一个是去大城市见过世面的姑娘，都是优秀的单身青年呐。哎，我闲着也闲着啊，你呢负责通知陆放，我呢去找一下苏燕啊。你等我一下啊。哎，好的好的。媳妇，你跑一趟了啊！没事，行行行，你先忙吧啊！青儿媳妇，青儿媳妇，我告诉你个好消息！什么好消息啊，阿姨？这个陆放要去参加一个相亲大会，真的吗？我跟你说，你好好捯饬捯饬一下。好，你这就把他拿下来啊！好，杨姨，你看我戴哪个好看啊？这个好看，你试试这个。这个呢？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漂亮。
小陆啊，江庆大会可是这里的大事啊，好不能多着呢，你可千万不要错过了。哎呦，我不去，我跟我没关系。哎呀，我啊遇到你妈了，她为这个事可担心了。这不你刚好离婚了吗？一个人带孩子多辛苦啊。哎，李婶，我这、哎、这可不是你个人的事情了，这可是个任务了。你看，刚好差一个男青年，这不是赶巧遇上你了吗？要不然啊，这男女不对等的。李婶，你要不是找别人吧，我哎，就这样说好了，明天上午10点，千万别迟到。哎，开始啊。姑娘们，这是我们村的优质青年陆放，你们千万好好的教我们陆放啊，把他带回家。没事啊，咱这个什么时候结束啊？哎呀，快了快了，哎，就别苦这个你，微笑笑。哎，对了，有请第一位女嘉宾隆重的登场。下一朵花，光如流沙，我们不害怕。我叫小谷，山东营村的。如果我们成亲，我不要你的彩礼，也不要你的房子车子，只要你的一颗真心。小谷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我真的很感动，但是我心里真的有人了。我明白了，那我们握个手，相互祝福吧。这橘子是我自己种的，留给你跟未来的嫂子吧。哎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呀，多么有情义的姑娘啊。有请第二位，接下来散场的这位特别的女嘉宾，有请。你好，陆放，我是李子毅，我想要的很简单，平平淡淡的在一起就很好。你是龙，我是凤，我们俩在一起就是龙凤呈祥。姑娘，对不起，我真不能。哎，子毅多好啊，第一次在一起，陆放。没关系，陆放，我能把自己的心意传达给你就已经很满足了。接下来的这个青蛙条件是顶呱呱。他不仅身手矫健，而且还是我们村里的体育老师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带着鞭子就来了。不管你放，吃不放，因为有请三号村花陈秋菊。你好，陆放，我叫陈秋菊，是村里的武术不体育老师。李婶跟我讲过你的情况，我觉得我们两个有很多共同点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可以携手仗剑走天涯。哦，颜值高，武力值还强，还是个老师，这个还不错。哎，秋菊，听说你不仅体育教得好，还准备了一项武术给我们表演，对吗？是的，李婶，我不仅教书育人，我还热爱武术。现在我给大家展示一段拳法。太了不起了！哎呀，你看，哎呀，这拳脚武这么好啊！哎呀，陆放，你能好好学一学，这就叫做天作之合呀！哎呦。啊，合不了，合不了，我这顶多会两手王八拳。既然无意，那我也不强求。江湖路远，咱们后会无期。虽然现在天空下起了小雨，但是我们乡村大会的热情没有减。有请第四号村花苏燕上场。放哥，我就直说了，我爱你，我要跟你结婚。我可不像你那前妻，我一定是你的好妻子，圆圆的好妈妈。苏燕，打直球是吧？那就看看谁的球更直。苏燕，你又来凑什么热闹？放哥，我没有凑热闹，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自从那天起，我就决定非你不嫁。
哎，小妹妹，一个人回家，这条路可不安全。请你让开，我要回家了。哎，小，别着急走嘛，陪哥哥们聊聊天嘛。我告诉你，我家里人马上就来接我了，你最好赶紧离开。小姑娘还不会电路是吗？陪哥哥们玩个游戏好不好？这个游戏叫做谁是你的男朋友。小妹还不回家呢？谁都不当哥哥，多管闲事可不好。我是他大哥，有什么事冲我来。小子有种，坐得强。谢谢你陆大哥。没事，我妈正好让我买把新菜刀，我先走了，我妈等着切菜呢。哎，小鹿，人家姑娘都这么说了，你赶紧表个态呀！啊，苏燕妹妹，苏燕妹妹，我们家陆放都已经把话说得这么清楚了，你还听不明白？赵小河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苏燕，我再跟你说一次，你以后的归宿不是我，你相信我。李婶，赵小河他参加相亲大会了吗？哎，小河，你怎么也上台来了？李婶。我怎么就不能上台？难道我不是女青年？我不是单身？苏燕，你给我看好了。我赵小河在这里宣布，陆放是我赵小河的私人财产，闲人勿扰。以上。这相亲大会怎么办成这样了？陆放，没想到你一个离异男士还这么受欢迎啊！你就别取笑我了，你也知道我不是真相亲。我纯粹帮李婶个忙，她平时还挺照顾人。那你为什么一直对苏燕重复那句话？你以后的归宿不是我，相信我。就好像你能预测未来一样。什么预测未来啊？你猜我发现了什么？什么？陆芳，这是什么？陆芳，这是什么？这什么呀？我们家什么时候有小汽车了？这钥匙你怎么解释啊？啊，这是我朋友落我这儿的，等哪天有空，顺路给他送过去。陆放，我知道你为了找女儿付出了多少，我知道你有多想女儿，我知道你不甘心，我知道你对女儿的爱有多深，我都知道。自从那天你说你要卖掉股票，我就觉得不对劲。年轻时候的你哪懂这些，只知道埋头苦干。直到我在抽屉里发现了这个，苏芳，你不要说这不是你的。小花，我太想女儿了。爸，所以你究竟是怎么重生的？爸。所以你究竟是怎么重生的？那天我找到了女儿的新线索。我在找线索的路上，下着大雨，我的车一头撞入了高速的防护栏上。小何，我们终于找回女儿了，终于找到了，一定要给女儿一个完整的人生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中午好，您将跟随我的镜头一起走进爆红的村花百货。
喂，哎，苏燕，你家是在杏花村吗？你认不认识你们村那个名人赵小河啊？听说他搞那个村花百货真的搞得很火，哎，外面都传遍了，你跟他熟不熟啊？可不可以介绍给我认识啊？我可不认识什么赵小河，你爱找谁去找谁去。谁啊？燕，是我，你的强。陆国强，你找我干嘛？找你有好事，走进去聊。老同学，你回村这么久，我都没来见你，不合适啊。今天给你带点东西过来。你有这么好心，你无缘无故来我家干嘛？一直比不上赵小河，你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吧？就不想让他吃点苦头吗？咱俩可以合作。你少装模作样，这还没人。懂不懂什么叫隔墙有耳？陆国强，你这靠谱吗？我可先说好了，我们就是给他个教训。如果是坐牢的事儿，我可不干。哎呀，你就放心吧，我的小姑奶奶，就是吓唬吓唬他们，替咱俩一起出口恶气。妈妈，快看，风筝飞得好高啊！是呀，圆圆真厉害。来，我们一起让风筝飞得更高一点。哎呀，风筝卡树上了，怎么办呀，妈妈？没事，圆圆，妈妈去给你取回来。嗯，待在原地不要动哦，一定不要动哦。哎呀，圆圆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妈妈帮我去捡风筝了，我就在这儿等她。圆圆，你看这个洋娃娃可比上次那个更漂亮吧？你看这个娃娃长得好像你呢。是很像哎。给你玩吧。圆圆，我刚才过来的时候碰见你妈妈在捡风筝，爬到了很高很高的树上，现在就在前面那儿，就在前面那儿休息呢。她让我一起和你过去。我妈真的这么说？当然了，圆圆一定很心疼妈妈吧。走，我们一起过去找她。圆圆，圆圆，圆圆在哪儿啊？圆圆，圆圆你在哪儿？圆圆。圆圆，圆圆你在哪儿啊？圆圆，圆圆，圆圆，别哭了，你妈妈刚才就在这儿等着你呢，可能一时间走开了。你是骗子，妈妈根本没有叫你来，对吗？你这小孩脾气怎么这么大？少跟你妈学那些臭毛病。梅姨，你看看这小姑娘能值多少钱？长得还不错。这人谁啊？带咱们赚钱的人呗。这小姑娘卖的能值？卖。你不是说带到你远房亲戚那玩几天，给赵小河教训吗？玩？我有你那么好心吗？陆国强，这可是要坐牢的。放心吧，办法我都想好了，我就是让那两口子跪在我面前求我。这头讲好价钱，那头就接人了。我是这么多爱人，我爸爸妈妈会来救我的。天哪，他们真的要管他小孩，完了。这该怎么办？苏燕，我女儿在哪儿？你女儿被人拐跑了，关我什么事儿？你怎么知道？果然是你。
果然是你，我没拐卖小孩。说，我女儿在哪儿？要舍个三长两短，还让你家破人亡。我说了，我你现在说还来得及，等他蹲大牢你可真晚了。我说，就在村东那个没人住的房子里，可这一切都是陆国强干的，跟我无关。我只是恰巧去看见的。我现在去救圆圆，你赶紧去通知陆放。好，这笔钱你先拿着。米姨，剩下的钱什么时候给啊？他小孩是犯法的，你们快把我放了！把你这小嘴给望风了，你急啥呢？他还没给送出去呢，我去看看车到了没有，把他小嘴给我封上。你怎么这样你啊，你不听话是吗？我吃不了你。陆国强，果然是你。我的好大嫂。你怎么自己送上门来了啊？大哥不好了，圆圆被人拐跑了，你快跟我走啊！什么？不是弟弟啊？大哥，小黑现在已经过去了，你快跟我走啊！快！我的好大嫂，你怎么自己送上门来了？再恶毒的人也不会对自己的亲人下手，你还是人吗？你们天天在那显摆恩爱，又赚着大把钞票，你啥时候想过我这个亲人了？行，那我们来谈谈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你要铺子还是钱？我要你那破铺子干什么？5万现金，一分不少。行，但是钱现在都在账户里，得去镇上取。你有5万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陆放在外面还投资了其他的产业，每月都有进账。志鹏，圆圆，快跑，快找爸爸！赵小河，你还敢耍我？你，小的跑了，来个大的，看着姿色。很不错呀，能卖不少钱。爸爸，爸爸你在哪里啊？爸爸，你怎么来了？陆国强，我叫你打死你！你要他死你就滚！哎，大哥大哥，我们有话好商量，我放过他，你放过我。小何，小何，小何，陆放，圆圆，救圆圆！爸爸，圆圆，漂亮的新辫子扎好喽！今天生日开心吗？有一点开心，有一点不开心。哦，怎么说呢？开心的是爸爸妈妈陪我过生日，不开心的是明天就要开学了。乖乖，先到县城的新学校读书，你一定会喜欢的哦。先吃一口生日跟日蛋糕，然后再许愿。为什么要先吃蛋糕再许愿？因为先吃一口蛋糕再许愿会特别灵啊！啊，希望我跟爸爸妈妈永远不分开。
小华，没事了，你先过去吧。过去了。如果想当时就被公安带走，还有那个人犯错，没跑多远我没抓了。法网终究难逃。你要是用刑讯报告，心脏复发，进医院了，估计项目是这次的，没下落了。苏燕也被带走接受调查了。你放心，袁毅以后不会再问了。 再等。